有点好转，说没有嘞，我都不想回家，因为这边家都不像我家，我在这里边家好难看啊。啊，结果不要紧不要紧，哎，今天晚上你的机会来了，啊，去哪里？哎呦，这个很难得的，每两年或者三年他才来一趟的。哦，去哪里？你半夜哦，我来接你。不过你全身都要穿黑的，不能够有发亮的东西带在身上，带在身上全部都要除掉。啊，去哪里？哎呦，原来呢，他带我去一个地方呢，当做法，在那边呢跳泥呀、跌呀，哇、哦，很偏僻的一个地方。哎呦，就跟着他去，去到那个地方，哎，一个小路呢，看到哎很多车子停放在路旁，走进去，哎呦，看到。多人都照他所说的，都穿着黑色的，没有发亮，不在排队，乖乖的。然后我就看在那边，哇、哦，他都扮得比我拍戏还要认真的，我全部都是我全部武装的，还有什么什么，在那边有大中小杯，看到你犯到了什么东西，师父会念那个宇宙在里面，还有旁边呢，看到了一整笼的那个小动物，都是黑色的，他做的那些动物上面，把那血倒在杯里面。哇，就掺了什么东西，那个符咒就在那边，来，拎到那里，哇，轮到小弟我是特大杯的，因为他说我翻到了藏在里面的很多只，师傅的法力就在这杯里面，哇，跟他们打斗，等一下你闷下喝下去的时候呢，那边呢什么什么你要吐出来不可能会吐的，因为他在那边跟他打斗，把他给灭亡，把那些东西藏在里面的灭亡。哇，我领导很，哎呦，很辛苦，马上要吐出来了。有时候看到有些人喝这么小杯，已经在那边打滚了。我这么大杯，哎呦，硬拱硬拱，哎呦，不给吐不给吐。哇，真的是，过了一个星期之后，哇，大标题：李南星酗酒驾车，执照被吊销2年半，被罚款某窗口。哎呦，我朋友打电话给我，为什么会这样？都是你的好介绍，不介绍，介绍我拎这杯大杯的不救啊！结果他的酒精藏在里面了，一个星期都收回壳，哎，我的来生都被感动掉了。哎呦，真够倒霉哎！哦，我跟你讲，那段时间呢，真是很倒霉，没有办法，要面对现实。那新加坡呢，在那短短的3个月呢？哇，那些神台啊，那些什么东西啊，能够看到，能够帮到，帮到我的，全部都拜访到完了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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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间能够帮到我。我跟你说，可能你犯到了这些东西了，本地的没有高僧能够帮到你，要出国出国。哦，我说哦，我去哪里？哎，你有没有听过这位大师在泰国的？说，哎呦，好多名人要排队见他的，你没办法。他说他有办法，哇，就跟着我朋友去了，去到曼谷，坐了10个小时的面包车，哇，起脚老脚起刷老刷，哎呦，坐了10个小时，结果到了那个地方，是在一个高山上，你要爬那个梯级呢，要爬1000多级的，哎呦。这样的话就表示说你辛苦的到了他的地方，你要见他表示说你跟他有缘啊，有缘。结果去到了那边，去到那个地方，因为我的哥哥就在那里，如果能够帮到我的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既然你的名气我遍布了整个地方，对不对啊？海外的都认识你。结果去了那边，看到这名大师呢就坐在好像皇帝这样一个高凳子上面，哇，你要拜访他呢，这几个会小那个啦，哇，然后你要跪着，你不跟他平行的，因为他比你高，哇，你要爬着跪着，然后你要摸他的脚，哎，师父啊，师父啊，弟子是来自哪里，做些什么，犯到了什么，师父啊，可不可以帮我？哎呦，真高深，有人很好，你不是表舅那个，他毕业表舅归亲了，他都表舅了，我来帮你个，哎。他说：“哎呀，师傅人啊，他给我一个佛牌，这么大个，要我每天24小时抬着。这个佛牌呢，能够帮你逢凶化吉，
那些肮脏的东西呢，好像一块照妖镜的这样，它一想来侵犯你，它会自动的弹掉的，自动的化掉的。哎呦，哇，这么佛牌带着，他吩咐我，我的念佛念的那些经文，全部在这一块里头。这一块里头呢，你要好好的保护它，千万千万千万，那千吩咐万交付，吩咐呢，女性不可以碰到。女性一碰到呢，她的保护就剥壳了。哎呦，我说师父不行嘞，我还在拍戏嘞，我跟很多女演员有亲热的镜头，有时候要抱抱啊，有时候要什么，哎呦，要看你自己喽。回到新加坡，你知道新加坡天气很热，对不对？我那块东西一带下去，就是这样吐出来，很难看的。我还要找一些圆盖帮他包住，每天这样。哇，那些女演员呢？哇，跟你靠近 ，stop， don't come to me， 不可以进来。要抱也是抱side way的，还是抱后面的，不可以碰到这个东西。哇，这很难看呢。新加坡大热天的，我还是主角嘞，穿每天穿夹克的，那是畸形的。天气又这么热，这个吐出来，我每天走路是这样的包着。哎呀，头上面，那一整年拍的戏都是这样。我这个东西呢，带了三个月，不但没有帮到我，结果外面俺们姑妈被等你了，我都出来了，还找到粗粗的面匠待着。哎呦，我面临到什么？面临到公司倒闭，欠下200多万债务。哎呦，我第一样东西这个先除掉，又不可以乱丢啊！我要大德士到我的全地啊，走得很远的啊！丢了之后不要转身，不要转身。哎，吓跑了！难道钱到老高耍，现在耍坏了？我欠下的款项200多万去哪里找？去哪里找？哎呦，我发出去的简讯呢，2000多通没有一通回来的。最好的朋友就是烟酒不离不弃，一直在我身边，就是这样。哎呦，说完蛋了，完蛋了！我这一生走来，闯了这10年的。全部完蛋了，要面临破产了，整个人真的是，哎呦，眼睛一闭上呢，就是想到，哎呦，要怎么面对，要怎么面对，要怎么面对，很烦很烦。你越烦呢，你喝多少酒呢都不会醉的，因为 the problem is still here， 还在里头，你的问题还在，一醒来就是哎呦，怎么面对，哇。又要怎样跟人家交代？银行怎么交代？想到什么办法？要编出怎样的谎言？来拖，一拖再拖，整个人的报道全部都很不好。哇，你男性什么什么一大堆的，什么时候快面临破产了？哎呦，这种无形中的压力真的是整个人透不过气。结果，我一个很久很久没有联络上的朋友，他刚从外国回来。他说：“哎呦，李南希，之前你的事业好好的，为什么会这样？”哎，他自动找上我的哦，我就跟他开口，那个红顶哦，不是的，你接下来款项太大了，我没有办法帮你解决。不过，在他的那个谈话当中呢，哎呦，他慢慢的跟我讲什么，跟我讲，他轻轻的叫我，我说你不要跟我讲你的叫，如果你信的叫呢，能够帮我能解决我目前的问题，我就相信你。哎呦，因为呢，你的神呢，如果有办法帮我解决的话，我就相信你。因为我之前拜了很多所谓的神啊、神啊、神啊、神啊，都害到我这么惨、这么惨、这么惨，都没有帮到我。如果你能够帮到我，就跟你去。他说：“哎，不能这样。”他说：“不是这样的。”结果我这个朋友他没有放弃，他一直打电话给我报平安啊，什么什么。那有一个周末呢，我一个朋友在泰国呢。开了一间很豪华的夜总会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你过来散散心吧，你这样也不行，就买了机票、住宿，他全部一程，他包到了。去到那边，我就跟我朋友说：‘哎，我要出国去了，你不要再打电话给我了，我也没有兴趣去认识你所谓的神。’结果我就飞去了，我飞去的那边之后呢，是晚上，
我的朋友就带我去他的豪华的夜总会，是一个三层楼高的豪华夜总会。我就开了酒啊，请了一些朋友啊，就陪我一起喝啊。我跟着我去那边，不到半个小时，我就喝了一瓶那个 brandy， 哇，很快的，哇，很高兴啊，要麻醉自己，但是怎么喝都不醉的，哎呦，哇哇哇哇，哎，我这个朋友打电话来，从新加坡，哎呦，我说我来这里放松一下 ，relax 嘛，我要听他这通电话，因为他我要跟他泡平安嘛，对不对？那我要听这通电话，我不要让他知道我在这么吵闹的场合里头，我就拿着电话，我就走出去走了。我走出去走了，我看到一个出口处，一个 exit sign。我还来不及哈喽，我门一开还来不及哈喽，乌漆抹黑的，我不知道什么事，我整个人就掉了下去，陷了下去。哎呦，那个时候，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我一掉下去，他把我这么一转过身，我有什么就抓什么，我看不到。我就在那边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救命！有一名侍应生，他听到我喊救命，就即刻跑过来，哎，把我扶了上来。Sir, what happened to you? I said, I don't know. Open the door, just fell out. I said, how can it be? The key is with me. 你怎么开的？我说我不知道，我这开我整个人就掉下去了。他就在想我刚才想我的 headphone 掉了下去，他拿他的手电筒，他一找，哎呦，原来那个梯级是一个 spiral staircase， 是一个旋转的梯级，方便晚上的试衣生收档的时候，他们开了门，把那些脏物呢全部抛下去，他把前面的那两个 step 呢给切掉了，说刚才我出去是踩空的，我这个人是陷了下去，是一个三层楼这么高，他的手电筒他这么一照呢，下面呢全部都是一堆的垃圾，什么垃圾呢？破的罐子了，开过的罐头了，这些的。刚才如果真的这样陷下去的话，有三样东西可以发生在我身上：第一就是遍体鳞伤，第二就是残废，第三虽然是飘飘。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你猜呢？把我真的抱给抓过时，哎呦，我看你有两个有力气的，但是刚才我真的是有东西，我这样掉下去，有东西把我这么一抱给抓过时，但是医生呢，帮我找到了电话，哎呦，肮脏的这个地方，赶快回去。去了住的那个地方，我就在那边想，刚才那一场呢发生的太突然了，我电话又响。啊！我新加坡来的这个电话，就是要问我报平安的那个。哎呦，就是因为想听你这通电话，才能让我死翘翘。我按了，还来不及哈喽，对方一股话传过来：“你没事吧？”啊！哎呦，我就在，好像在预知我发生事情似的。我说：“为什么你这么问？”原来我这个朋友他在新加坡有一个聚会，在聚会当中有三名牧师级的，从来都没见过的，没见过面的，把我的名字给提上了。他说李南星现在本人不在新加坡，因为我这个朋友他有通过牧师祷告，不在新加坡，他在外国，不过他会遇到难，但是我们的上帝会保佑他。哎呦，他这句话一出来了，我整个人真的，你还在吗？我说啊，真的。但我就在那边想，哎呦，我刚才这样陷下去，你们在新加坡祷告，哇，难道你们的神这么厉害，飞过来把我这么一抱？哎呦，真的是不可思议。我没有跟他讲什么，我就挂了电话了。之后隔天我就回返了新加坡，回返了新加坡之后，同样的要面临债务上的问题，要怎么样解决？好烦哦。不过我又想起昨晚在泰国发
发生的事情，哎呦，现在想想想了好几年，想到周末，我朋友就打电话来，哎，怎么样？要不要跟我来我的教会？怎么样？我说，哎呦，就在那边想，哎呀，真的，我发生的事情，可能是所谓的神救了我，我要去那边多谢感谢啊，我就跟着他去了。我去了他的教会之后，哇，好多人哦，在那边唱诗歌啊。我自己又戴了顶帽子，又怕被人家认出来，就在那边，哎呦，哦 ，OK 了。哎，前方又挂了一个十字架，很大的很大的十字架，在那边说，对吧？我要跟你说是谢谢，和我这么多人，等这些人 clear 了之后，我再跟你说了啊。哎，啊，不对 ，clear 了之后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给。这个十字架来给好像封个树了，啊，清理住了，就我漫步了，漫步了，就往那块十字架去，就觉得很牛，这样借着十字架没有 respect 嘛，我就跪了下来，那又不懂得怎么去称呼他，不可能说十字架啊，谢谢你，就称呼说，哎呀，神啊，谢谢你，如果真的是你，当天晚上在泰国救了我，我跟你说声谢谢。不过神啊，你知道吗？我问题很多，我投资的生意失败了，额外的我要欠下很多债务，你要怎么帮我？因为旁边没有人了，比如说找不到人了，我真的喘不过气了。什么？哇，在闷在心头里的一些呢苦语呢，全部给吐出来了。那我朋友跟他的教母在那边看着我，就在那就是说，哎呀，让他去吧，让他去那边诉苦吧，就在那边，哎。我在那边不知道有多长时间，有一段时间在那边还有讲啊讲啊讲，好像对空气讲话这样，不知道为什么就讲找不到人诉苦了。过了之后呢，我朋友呢就带我去介绍他的教友，哇，全部都很好，哇，都是新面孔，从来都不认识。哎，你是我，我从小就看你的戏了，你演的很好，很不错了，什么嘞？我一整班人这样的，我跟你讲哦，你当跟一个人 say hello 哦。我想问他们，哎呀，你让红别多。不过他们的人很好，他们送我什么？送 Bible 啊 ，CD 啊 ，Scripture， 哎呦，每个班灯都是一样的。连我朋友带我去另外一批，同样的班灯，送我 Bible、CD、Scripture， 哎呦。那个星期哦，跟他去爬爬照哦，借的是这教友们哦，有百多两百个人。如果每个红点的话，我很容易想到我的 problem 的，对不对？不过他们送我 CD 百个 scripture， 我就留在家里。那有一个周末，我朋友打电话，哎，这个榜盖很高的，全部都是牧师级的，你要不要挂上？不要了，不要了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我就在家里，就在家里看到我那些人。送的那些 Bible CD Scripture 就在那边好像开始有灰尘了，就坐在那边慢慢的去整理人家送的不好嘛，啊，就是整理完之后，哎，看了之后，哎，里面他们给我的一些诗篇哦，哎，不错的，好像有东西要告诉我这样的，哎，好像真的是可以，哎，我又翻圣经，哎，看到里面的故事讲解说，哎，为什么会走到这样的地步，哎，然后问，哎，真的是有神迹发现哦。哎，有神迹出现哎！哎，我就打电话问我朋友说：“哎，圣经里面所讲的都是真的吗？”哎呦，上帝真的是能够帮助什么什么什么？哎呦，他说：“哎，真的，这些都是他们记载的，骗不了的。什么呀？只要你诚心，你去认识的话，就 OK 了，就可以解决你的 problem。”哎呦，慢慢的、慢慢的，开始了。哎呦，就在那边读，好像在读一个故事书一样。哎。短短的一个多星期，我就把整本圣经给读完了之后，读完了之后，哎，整个人好像 feel 到快亢奋了，有点安慰的那种。不过还是要面对到财务上的问题。你说你的神迹为什么有发生在我身上？哎，我的朋友带我去他的教会，认识的这些牧师的人就帮我祷告，帮我什么什么一大堆的。哇，原来。他们看到小弟我的心灵已经被破碎了，我无法再走去出职场拍戏，因为已经开始在闪躲镜头了，觉得很排斥，
你面临到这样的地步，你哪里有可能再回去职场拍你的戏？不过这一块才是真正需要我的，才是真正能够帮我解决我的困境的。他们看到而我看不到，通过他们的祷告之后，我真的在他们鼓励之下，我真的再回去职场拍戏去应征。我第一个角色我去应征，我跟你讲哦，就有几个镜头我先死了，哇，人家看到哟，李南星回来了。因为以前我是在这样的 level 的，现在被打到这样的，我回去对他们是有威胁的，我每个人都以那种眼光看，哎呦，他回来应征一个小角色他也要，哎呦，他今天真的是老难到这样。但是我不怕他们说教，我就硬着头皮去，当时去应征，砰，我拿到了这个角色，我拿到角色，虽然是戏份很少，不过通过后面的这群人在祷告，我真的是出去重新开始。好难哦，好难哦，从那一步我跨出去了之后，我再接，我告诉你们，无论他的角色多还是少，我都着急。三年的时间，给我三年的时间，一年一个月可以接三部戏的我，一天可以工作18到20个小时的我，因为我要赚钱来还债。三年的时间风雨不改，我把全部的债务还下，全部还清了。哈利路亚！感谢感谢。因为刚才我所讲的，就是有一点少看了，因为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些神迹呢，真是太微妙了。我跟你讲，太不可思议了。你明明不可能那些人会采用我的，不过他们也接受，他们认为我能够把角色演好，能够发挥出那一块再回去之前的我。那为了感谢上帝呢，小弟在2011年的时候呢，就很冲动的拍了一部电影。这部电影呢，也是跟赌有关的，爱拼才会赢，叫做《赢家》。我们来看一个小片段，好不好？有没有？好嘞，来，看个片段先，然后再继续吧。
就能成为千万富翁。I'm Jimmy Lee.